夫君，你找我？我是求婉，求婉说米糕蒸好了，让我来喊你们。可我刚才经过厨房时，这米糕不是刚上锅蒸吗？是吗？啊？不用在意这些细节。啊！切！你怎么不穿披风就出来？成何体统？啊！ 如果我就是个不成体统的夫人，你能接受吗？又来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呀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设身处地，感同身受的。 站在你的位置上思考。思考什么呀？思考一个道歉的理由。你没事吧？哪有你这样的，道歉都不知道什么理由。定鸾告诉我的，他就这么对求姑娘的。为何他能将这道歉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，我却不行？